需要这个社会需要正常的维持啊，需要就是良好的运转呢，它不可能只有一个声音的，它不可能只有同时就说大家都说好好好啊，是支持，哎，我只支持什么什么什么不啦不啦不啦的，那一定要有两个，要有多帮派是吧？多角度、多维度的，因为人嘛都是立体的嘛，而且他的角度都不同，思维的方向也不同。所以呢，就是说，不可能只有一个好的声音才是最好的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大家都知道，都是为了这个社会良好的发展下去，都是为了我们直播间，为了我良好的发展下去，目标都是一样的。暗示你们打起来，我不是暗示你们打起来，我就说你们各玩各的，这个就是大家都有喜欢玩的东西嘛，是不是？这个肯定是大家就是随着你们来啊，不能强求你们必须要玩什么，必须不能玩什么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我支持你们随心所欲哦，但是呢，目标当然啊，都是为了我好的那种。这提莫超凶的，我是很凶的。哎，等，这是微博组，到底是哪个？提莫超凶的，你是哪里人？你是哪个帮派的？来说说你的故事，开始你的表演。微博开始你的表演，嗯，微博 up 啊，哎，谢谢 IMWZZ。哎，你们这些人都在实力拉到你们那个战队，行不行啊？你们都在那儿乱认吧，别人自己都没有说是哪里的。谢谢小六的骑士。哎呀呀，来了。嗯，小六也是微博的，耶耶，可以。哎呀，可以。看来微博还是可以的。毕竟我也是比较喜欢玩微博嘛，是吧？天天你们都是在那里跟我五点见，凌晨五点见。但是我跟你说，我没有熬夜的啊。有时候微博它是有 bug 的，就是我已经睡觉了，我只是后台没有关微博啊，你们就看得到我的动态，说哎 ，Timo 几个小时之前在线，那个就是可能后台它出 bug 了 ，WiFi 断了一下，开了一下，是吧？它可能就你显示我哎五点钟上了一下，那其实我没有上的嘛，其实我已经在睡梦中了，好吧？不要以为我天天熬夜的，没有熬夜的。MWZ 是哪里的？是 Timo 的。好了，我要唱最后两首歌了，你们不点歌是吧？哦，追光者唱一唱，因为刚刚我不是已经接了那个任务吗？而且一直没唱。追光者，这是最后一个任务，然后我们唱最后一首歌，我就要下播了。饭我就不当着你们的面吃了，免得你们说我诱惑你们。我的那个外卖，春丽，对，你没有看错，就是春丽。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，我是老化的泡沫，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。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，遥远的让人想哭，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，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。我可以等
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，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连眼泪都觉得自由，有的像阳光晴朗，边拥有边失去着。口黄疯狂口嗨，谢玉姑台的飞机，谢谢大家的礼物，关注直播间哦。如果说你是夏夜的萤火，孩子们为你唱歌，那么我是想要画你的手。你看我多么渺小一个我，因为你有梦可做。也许你不会为我停留，那就让我站在你的背后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我梦游。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连眼泪都觉得自由，有的像大雨滂沱，却依然相信彩虹。谢阿喵，谢蜗牛，谢阿喵的火箭，谢蜗牛的飞机，谢1219蘑菇的记忆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。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连眼泪都觉得自由，有的像大雨滂沱，却依然相信彩虹。你们在大大大什么？我比的心哎，我这是比心好吗？你们干嘛？你们干嘛一群人大大大？我以为出了什么 bug， 这是比心。醉了，谢玉姑台，谢听某文老婆。我真的是醉了，你们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好吗？不要歪歪我了，每天都歪，不累吗？身体吃得消吗？哎，还在长身体呢，能不能注意一下？妈蛋！需要 AD 钙奶补，下次要抽 AD 钙奶了是吗？要抽奖送 AD 钙奶了。别忙，我最后再接个任务吧，是吧？有来有回嘛。最后接个任务，然后差不多就要下播的。我看到一个任务超搞笑的。哎呦，11点了，等我吃个橙子，吃个橙子压压惊，吃个橙子。不要问号，不要问号，我没有，我就看到一个任务很搞笑，你们等下就看到了。来了来了。最后一首暖暖送给，这是那个任务啊。微博送一直凉凉的贴歌带贴吧带哥们一首暖暖，唱完这首暖暖，然后就我们唱沈姐姐就下播了哟。
实力怼。我是中间人，我不发表任何意见。都可以随便的，你说的我都愿意去。小火车摆动的旋律，都可以是真的，你说的我都会相信，因为我完全信任你。细腻的喜欢，毛毯般的厚重感，晒过太阳，熟悉的安全感。分享热汤，我们两只汤匙一个碗，做心房，暖暖的好饱满。我想说，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。真心的对我好，不要求回报，爱一个人，希望他过更好。打从心里暖暖的，你比自己更重要。听不到伴奏吗？听不到伴奏的吗？怎么会嘞？不可能。哎，我不服。好，那我从中间继续开始啊。换了个伴奏，这个听得到了吧？都可以随便的，你说的我都愿意去。回忆里满足的旋律，都可以是真的，你说的我都会相信，因为我完全信任你。细腻的喜欢，你手掌的厚实感，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。我哼着歌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，我知道暖暖就在胸膛。我想说，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。真心的对我好，不要求回报，爱一个人，希望他过更好。打从心里暖暖的，你比自己更重要。我想说，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。从来都很低调，自信心不高，爱一个人，希望他过更好。打从心里暖暖的，你比自己更重要。你自己却不知道，真心的对我好，不要求回报，爱一个人，希望他过更好。打从心里暖暖的，你比自己更重要。我也希望变更好。对，到冬天了，希望大家都能暖暖的，希望我能温暖你们，无论你们是在玩哪里，好吧。哎呀，你们都是我的那个小棉袄了。别在这挑拨啊，我都说了我是中间人。71017一家啊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首歌啦，唱完我要下直播了，下直播。谢冯氏冷漠的飞机，谢吃人乘以三的飞机，谢谢大家的冯天博棒棒打，还有办卡。沈杰杰，就让寂寞的风凌乱着多年未见的惩罚。
就让今晚的夜陪着我失眠，就让你的笑容重复在我空白的脑海，哪怕只有那么些美丽片段。是微博组还是贴吧呢？我记得团长是因为是有微博的。谢谢蜗牛拖着大象跑的飞机，谢谢。谢谢今天晚上那首《追光者》等了那么久。谢谢 WGM 的棒棒哒，谢谢 Love Team 的阿志，谢谢祥东的飞机，谢谢大家。过了十二点半，忘了在我们直播间记得把那个背包里面的荧光棒送出来给我打卡哟。因为那个是系统免费每天赠送给你的，就是可以升级粉丝牌子的，不然的话你的粉丝牌子低于一级就会掉落哟。哇，这个开播广播厉害。对，如果大家喜欢我或者是想听我唱歌呢，记得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冯提莫，欢迎大家来新浪微博超级话题一起玩耍，一起发表情包还有发帖子，可以给我提意见还有评论，我都会每天会上去看还有点赞的哟。然后新浪微博冯提莫，然后新浪微博的超级话题怎么加入呢，就是在新浪微博搜索井号冯提莫井号，然后呢就可以加入了。是的呀，下播了呀。啊，然后如果喜欢玩贴吧的小伙伴呢，就可以在贴吧搜索冯提莫进入我的贴吧。还有 QQ 的话呢，可以
哎，我的 QQ 群现在它这个改版了，它这个显示不出来。就房管的话呢，他们也会经常就是会说我们的 QQ 群是多少。我们 QQ 群一般会定时的清人，就是不活跃，就是或者是一直在里面不说话啊什么的，我们就会清理下流。欢迎大家来各个族群玩耍。明天播吗？明天的话大家看微博吧。我播不播的话，我那个微博都会，我会发微博的，如果我要直播的话。然后呢，你们也关注我的直播间，到时候标题应该会改，然后所以大家可以关注着啊。对，微博组的记得给我打扣啊，马上十二点了，签到的时候顺便打个扣吧，是吧？一首暖暖，既然是小棉袄，能不能暖一下？好的好的，拜拜，大家晚安，早点睡觉。哎呦，哎，碰到我的，拜拜，晚安晚安。